手机把它拍起来，然后呢，我等会送出。哎呦，好大哦，真的蛮大的。等一下送出本尊，对，坐在秤上面就是我本尊，长达90公分的那个，你要搭那个滑鼠垫啊，或是你要披在哪里，披在箱都可以，好吧？那我们基本上是就是桌垫、滑鼠垫啊，你要怎么用都可以。然后我们那边有挂在那边，等一下这个会送给各位。通常呢，这个都是要购买呢我们的雾灯才有的。那我们呢 Q A 非常的简单，好不好？来，很简单，我是主持人晶晶，这是我们 Bring Girls 的 Yumi。等一下呢 Q A 会由他来选哈，来先让各位介绍一下。我们凯斯体呢来自大寮，那我们创立于呢2016年光电科技产业，到现在是我们非常的环保，而且呢我们从昨天就卖了很多，今天也卖了很多。那为什么那么好卖呢？我们是卖什么呢？我们是卖呢我们已经升级到3.0的智能外挂雾灯。雾灯就是什么？有远灯嘛，有近灯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像大灯这样，然后呢我们汽机车都可以做使用。那有人问说，昨天有人问我说，那我们保护多久？保护2年，好不好？而且是我们安全合法放心，不然在呢我们法规第7条的话，你去乱装的话，很有可能好会被那个罚款。而且我们今天下杀6.8折，还可以抽现金折抵 ，OK， 好不好？大概跟你们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内容。来，我们往前一点哈，他手上都是礼物。来，有没有人呢？可以先告诉主持人晶晶，我们现在在南台，今天最后一天了，做的舞台活动现在来的是哪一个厂商？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我数1、2、3哦，我妈发现你大声喊选我选我，她会选你。啊，她送礼物不一定是她手上拿的，她可能随便就拿这个滑鼠垫丢出去给你 ，OK， 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帮我大声喊选我选我哈！来，1、2、3，选我选我选我。